我那五楼我卖2万块钱，多大平方啊？多少？现在这个入住率高不高？好像不太高吧？那都空着呢吗？这是我家，一楼我也不咋回来，卖了，太偏了。想卖5万的还没人买，去年8月份装修的，花3万。距离市区它是多少公里？20左右。咱们这个是多大平方？70.06，最低1万8。8000块钱现在也有，6楼现在8000一万很能买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要不我再买一套房子放这长着？那可没有，我都有卖的想法。7块钱我也有，那不好的，稍微好一点的应该在1万5左右，2万。我能帮你们买房子的，那他们买快，他就过来。又领他俩来到那个左看爷右看爷，这块发现几楼啊？3楼。3楼是刚才也打个电话。3楼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看有个3楼哈。啊，多少多大平？这个52。52.3那样是吧？有装修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有人住。有人住哈。啊，你打算卖多少钱？3万块钱。3万呢？有没有房照啥的？这个能过户啊？正常。现在都过不了，这房子刚许回迁给你吗？啊，都是这样的啊。讲一讲。嗯。那还讲啥的？这就最便宜的了。嗯，行，那行，到时候再给你联系吧，是吧？嗯。看见我这粉丝了，真的狠呐！还要讲一讲，我听你们都咋的？还要讲一讲？3楼啊！你比我狠，我不干了，你干吧，明天我不拍，我拍不了。行啊，嘿，两位啊，哎哎，你好，那个我看你这个有个6楼要卖，你是中介啊还是咱们个人？啊，是的。多少平？哎呦，得15.5万吧。多少平啊？15.5。哦，51.多。好多钱不能卖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别人家我都看过了，嗯。没有这个价，实打实的，实捞的。便宜那便宜多少？八千。八千呗，那别家6楼都差不多那价。对啊。是不是、啊、8000？你要卖8000，我就定了，今天我就拿下。8000。啊，行不行，大爷？商量商量，你看别。8000。你看看你看你认为你少了多少钱不能卖吧？少多少钱不能卖？对对对。那你说咱这套卖的15块钱。你给我就要了。啊，对，哎，好嘞，再见，哎，2万3，那就行不行？2万3多少钱？你那个有2个楼要卖啊？是啊，我看你这个是2个6楼要卖是吧？卖多少钱？两个我都要。你要是合适的情况下，你就实打实的，咱东北人。啊，那行，那行吧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刚才吃饭，不好意思，没接到你电话。嗯，那是1万块钱，那怎么那一套的怎么的那啥呢？我就这个都15500的，我就报。不都闲着呢吗？你放手里不也是放着吗？我咱也都拾得捞的，咱这都东北人，没。啊，没有拾得捞，这1万块钱。你要是9000，9000，大哥，大哥，9000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现在在那农场那边呢，我上这边看了，人家都看一上午了。哎呀，你都可怜，也算是可怜可怜我们这穷苦人民了。这都没有钱，有钱也不能跑这么大远来买房子了。我儿子，我15500的有合同，完了那什么那暖气费啊，暖气费去年冬天呐、暖气费去年咱没住啊。啊，还欠咱暖气费。咱没住啊，那个物业费啥的，物业费啥我都交完了。啊。你不欠不欠呢？要不你要欠你情况下，那我那跟没讲没啥区别了，这不是都不欠是吧？我说这意思啊，听我说，哎，说大哥，来。如果补交，你给他补上，搁这1万块钱给我扣就得了。哎，要的话不要拉倒了。惨了，大哥，哎呀，这咱东北人说话没毛病。哎，好嘞，大哥，那就这样，那我回去我看看我连刘姐是不是？哎，好嘞，再见，哎。妈，哎，这个你拿它吧，这个可以了，人家说到家了，缺啥补啥，人家给你直接补上，是不是？可以了，没有再那啥的了。哎，回去看看。
塔市的房价为啥掉价？最根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房企。今年哈尔滨部分房企啊，出现了负债压力大，所以导致强制降价，用降低房价的措施啊，达到回笼现金流的目的，但销量啊，还是不见好转。如果长期这样恶性循环下去，最后只有一个结果，大部分房企倒闭，出现了烂尾，不能及时交房的情况。最终买单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。不要觉着我没有房子，房价跌到底了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哈尔滨这个地方，房价是关联着城市经济的，所以稳定房地产市场走向平稳健康的发展趋势是当务之急。点个关注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这屋的阳台我太喜欢了，这三亚132平的房子就能拥有这么大阳台吗？看这小区景色啊，居然还有游泳池，真的也就是改三亚呀。有三室两厅，卫生间还有俩，你猜啊，现在这房子得多少钱？这是现在8:30了，这是今天8:30照到的这边的蓝天白云，还那个两个楼之间的空当是叫什么？这珊瑚海的别墅，我们家现在这等于是2线的海景房，所以前面还有一排房子，但是也挺有特色呀。观看海是一种风景，但是配着人家的建筑物，欧式的建筑物看海，又是另一种感受，也不错。所以我们家这套房子一套是1线看海，毫无遮挡。另外一套就是2线看海，这个地方离海大概直线距离只有600多米吧，曲线距离有800多米，因为你不能直接从人家这地方趟过去，本来是应该趟过去的，现在还不说了，我们下楼必须得侧面，有一个小的这个所谓的观海通道从那儿过去。所以直线距离虽然是600-700，但是曲线距离走下去就至少在800甚至900米以上了。看看今天又是蓝天白云，肯定是没得说，都是干活的一些人。但是这9月份是太湿热了，天气是非常好，但是你就会体会到9月份来这里，你会觉得天气是天堂，但是气候有点像地狱了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在一个地方度假，买度假或养老房，气候是特别特别重要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只是买来避寒的，等冬天10月底11月份来就应该非常爽了。气候再好，风景再好，气候还是最基础的。我们这次只不过是来看看人，下面人也很少，我们这次来主要是送车，把车要送过这边来，还是比较安静，因为人少车也少。冬天就不是这样了，冬天这个大道上所有地方都停满了车了。9月份还是来的人很少。拍拍美景吧，我们待几天就走了，等11月份再来。